再穿衣服快，走吧，去吧，穿衣服吧，我走了。大弟，别坐着闷着。又上我老丈人家来了，肘子全拿出来了，猪爪子。我告诉你，别等了，今天立春，烙点春饼得了，一会儿冻。还有排骨，咱都不吃啊，今天吃点素。我来新城来了啊，新城的买窗帘来了，要搬家了，买点窗帘。今天晚上吃春饼，吃春饼全是素，怎么得来点新酱卷里头才正宗，来点新酱，来一杆猪肉肉，这块挺素，行，多少斤？32。这猪头肉尝了一块是真好吃啊，也是真是价呀。沈阳卖是28-29一斤，他这卖30多，32.5，哦不对，32。那怎么了，爸爸？哎，不能睡了，坐车就睡，坐车就睡。妈，撅着睡着了。哎，我这老了，再见样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大姑爷！哎妈，我就搁后面呢，我这一走。这咋回事儿？这是，我还整个桌底下呢。干啥？干点啥？你行不？行。是觉得大吗？我哪知道？大，这家干多大？呵呵呵呵呵，这不大呀，不大不大，还行，不大不大不大。一堆能落三个，没事。猪蹄子那儿，猪拱子，我先吃这个的。提醒你少。不吃。我不吃了，人家不想吃。唐不要姗姗来迟，来来吧，来一个，好吃点，你尝尝。姗姗来迟呗。你说小妹儿，你那谁呀？唐不要，你
这孩儿，你跟小妹儿啊，跪你骗点钱吧。是不是？不是都没人拿我呢？这不老盘子吗？盘我没有，这不是。我看早都要了。嗯，那咱家屋。天挺好。我唠的啥比？这叫拼命。哈哈哈哈哈！能叫我小李？谁叫的？你脑袋。啊？你脑袋诅咒了，你爸后面。你俩姑爷扶着我败家了，我还捅你姥爷。你呀、啊，他姥爷。他俩妈不喝，跟小哥吧。行了，喝着吗？哎呀，行，我不要你搁那，不让他看你，嘴还漏。你要说他俩起来了呢？来点猪头肉，大人。有咸蛋吗？有，不好吃了。行了，姑娘，那你还让妈吃饭不了？这本老好吃了，酸菜粉好吃。我给你拿杯去，来，我去取去吧，小刚啊。酸菜粉。让你舅妈，你取杯去了，行吗？今天没放大桌面。行了，干干没有多少。啊，不干了。还死我了呢！我这吃啥呢？吃小柿子呢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呀！叔阿姨拜拜，来，姑娘。拜拜，拜拜吧。拜拜呀！上脚了，没有。哎呀，吃了三四个呀，好像四个不三个。真香啊，哎呦太香了，这小猪头肉啊，嘎嘎美。今晚视频咱就到这了啊，拜拜。